你的小故事，我的大新闻，欢迎收看 PEPPO 公民新闻报。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可以让我们看到新闻事件的大众观点，但是同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来看，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。台北县板桥车站前原本有一片很大的直排轮追风广场，但是现在一个更大的都会公园取代了它。这一大片六七公顷的绿地具有生态以及休闲的功能，照理来说应该会赢得多数人的一致好评，但是公民记者乔倒是有不同的观察。追风广场面积11733平方公尺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直排轮溜冰场地，西元1997年向台湾烟酒公卖局借用，一直到2007年的9月拆除。10年的岁月带给北县居民的不只是周末休闲的好去处，更能让小朋友享受用轮鞋奔驰的快感。新的场地面积仅剩不到原来的1/10，但追风的孩子却一年比一年成长。挤在小小的场地里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尽情的奔驰。新建造的万平都会公园虽然成为了都市丛林的呼吸窗口，但在歌颂公园增进市容、保护生态的同时，是不是也该注意倾听这些追风者的心声？很多公共政策的执行跟制定，如果在过程当中能够细心一点，或许就会让少数人觉得比较受到尊重。而接下来我们透过公民记者的镜头，我们来关心台北市广慈博爱院的更新开发案。广慈加上紧邻的福德平宅共有6.4公顷，面积是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1/4，共有750棵平均树龄在45岁以上的大树。里长在此放了桌椅让大家休憩，大家开始感受到有绿地公园的幸福。好景不长，我们的幸福转眼即将结束。BOT 案已于日前决标，按照合约规定，很快土地要交付，由厂商围篱管理，树木将全数移走，仅保存符合树木保护标准的5棵树。现在这样的森林景观即将永远消失。公民记者在报道当中提到的 BOT 是台湾第一个大型社福机构的综合开发案，原本希望可以照顾更多老人，但是却有可能让绿树成荫的老广慈永远消失。在附近住了40多年的居民对此提出沉痛的质疑。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让我们有1.6公顷，看似不错，但是上面就没有树了，所有的树都会被移走。下面还要做地下停车场，水泥大盆景的那种状态来种树是不可能种得好的。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平地的公园，新兴的公园它的树还要时间才能长大。那我非常希望这个议题被大家看到，而且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因为 BOT 案已经决标了。但是呢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政府方面可以重新的考虑这块土地的运用。那我也会呢，持续的针对这个议题发声。公民记者朋友们，如果您对于周遭环境的变化有疑虑、有感触，也请你赶快记录下来，跟更多人分享。PEPPO 公民新闻报，我们明天见。